好的，现场的各位媒体老师，亲爱的各位粉丝朋友们，包括正在线上观看本次春花宴盛典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的盛典现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文辉，非常开心可以和在场的各位共同来感受今天下午带给大家前所未有的一次疯癫的盛典啊！那首先我们先用掌声对于各位粉丝朋友们、亲爱的媒体朋友们的光临表示感谢，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最近各位有看我们的春花宴吗？好不好看？真的很好看，很顶啊！然后尤其是自开播以来呢，就收获到了大家的喜爱，很多人都说其中的角色、剧情、精神状态真的太好了啊！何止是良好，已经是到疯癫的状态了。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构建了一个来到我们的现场的一个盛典，那这个盛典的主题就叫做顶峰相见，顶峰盛宴。那这个盛宴当中，我们也将会共同评选出今天晚上的封神。那这位封神也将会代表我们的剧组向屏幕前的各位送上属于我们的周边好礼，所以说各位可以共同期待一下究竟谁能够收获到今天最终封神的荣誉。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各位最迫不及待的时刻了，让我们来欢迎光临本次盛典的六位主创，欢迎他们，有请。欢迎，欢迎我们的公主，欢迎黄仁莹，欢迎楚河，欢迎小唐，欢迎文俊，欢迎景言，欢迎学艺。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这个各位主创就要落座了，楚河来到我这边，辛苦。好，来，太子请就坐，然后小唐这边，好，学艺这边，景言，好，文俊，哦，我们可能稍微往这边错一个，错一点点，王林哥，哎，好，谢谢，好，那我们全场再次欢呼声再次送给各位，帅不帅，美不美，哇。真的，今天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主创来到现场。那同样，每一位主创其实都手持了一个特殊的食品。那下面我们就先和大家打声招呼吧，分别好不好？来，学艺先来，打声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刘学艺。然后呢，顾名思义，今天拿的是个馒头，就是馍馍主帅啊，看似外表疯批，但实际上非常正义、非常坚强的这么一个白鬼主帅。谢谢大家。嗯，好的，欢迎我们的景王，欢迎我们的王爷啊！确实，这个馍馍将军这个称号已经深入人心了啊，很多人都反复观看这个品尝馒头那个环节啊。好，接下来景言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景言，在我们春花宴中，我饰演梅林。然后梅林呢，他是籍贯是青州的，然后他是一个身处黑暗但内心向往着阳光、向往着光明的这样一个女孩，同时她很爱吃灯果饼，这是我的主食，天天的主食。今天的主食。啊，好，所以也带来的是我们的青州特产灯果饼啊，也是主食。好，接下来文俊。大家好，我是毕文俊啊、演的是这个吸烟的皇子，也是大言的质子，也是爱喝这个栀子茶的月琴。嗯，好的，欢迎我们的月琴。谐音梗啊，谐音梗啊，谐音梗啊，质子爱喝栀子花茶啊、嗯。好，小唐。Hello， 大家好，我是赵小唐，在春花宴里饰演笑看人生啊，不是笑看生死。哎笑看生死，驰骋战场和万般侠义的殷洛梅殷将军。欢迎欢迎我们的这个第一女将军，很酷很飒啊！然后也带来的是这个梅啊，跟我们的洛梅也是有关联的。好，接下来楚河。嗨，大家好，我是陈楚河，我是暗藏杀机、心思缜密的大言皇子慕容玄烈。一瓶太子奶，我相信可以稳定设计。太子奶啊，这瓶毒奶我们先收下了，好不好？太子奶啊，好，接下来我们公主来。
日莹。Hello， 大家好，我是黄日莹。我今天带来的是一个甜品猴头菇，因为我饰演的紫菇公主是一个甜甜的小公主，所以就给大家带来的甜品。嗯，好的，欢迎我们甜甜的公主紫菇。好的，那接下来几位都带来了厚礼，这都是送给我们现场以及屏幕前的各位剧粉的啊，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份礼物收下，辛苦我们的工作人员可以收一下道具。那下面呢，我们就要回到正题了。这次呢，我们请到几位来到我们的这个顶峰盛宴啊，是因为几位在一定程度上都符合我们这个峰的标准。我们这个顶峰盛宴的峰就是这个精神状态的那个峰字啊，所以接下来首先我们要先聊一聊几位这个峰的水平和水准。所以说我们在整场呢会有不同的游戏环节，通过游戏来赢取积分，最终评选出几位当中谁是最疯的那个人，好不好？你们觉得，你们自己觉得谁是最疯的？楚河，你觉得自己剧中是疯的状态吗？我不疯，我觉得我蛮清醒的，很清醒，很清醒，目的性很强，对，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我是把他们给逼疯，把他们给逼疯啊、主要是把我们的这个学艺逼疯，是不是？学艺，你觉得自己的剧中这个角色够疯吗？一点也不疯啊，他不是那种特别温润、特别善解人意、特别体贴、特别贤良淑德。我们看的是同一个《甄嬛传》吗？啊，这个鞭子是抽到谁身上了呢？啊，好，景琰呢？哎，行了行了，知道了啊，一会儿，帅，一会儿啊。好，景琰觉得自己这个角色梅林是属于一个疯的角色吗？他刚开始青州就是第一次见到慕容锦和靖北王府，小时候还挺疯的，是吧？拿着刀就去了，是。然后经过了然后暗场主人的培训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情绪很稳定的成年人。就没事吧，他都是很稳定的，有事就没事摇摇耳朵呀，随地大小风啊，然后没事就浴池就上演那个把人家推倒呀，就这种事儿。日常还是很稳定的，日常很稳定，偶尔疯一下啊，尤其是尤其是在这个小的时候那一段，就相信大家都有在反复回看，就是无论是这个被箭射中还是被击中，都要阴暗的爬行，爬到那个景王旁边，就是要复仇啊！所以说那一刻真的感受到很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一下几位为自己的这个峰值的打分，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我们的这个旗帜。那我们为大家呢设置了一个旗帜，那这个旗帜的满分呢是100分，0到100分，我们看一下几位主创他们给自己的角色所设定的峰值是多少。那屏幕前的各位峰司也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大胆预测一下，看一下他们想的这个峰值和你们是不是一样的。那我们请这边的三位来到这边，有请。好，学艺这边，然后景琰辛苦，我们三位来到这边。好，大家可以根据座次啊，然后找到自己的这个旗帜。好，简应该是这边，你是这边，对，这个。好，那接下来当我喊321的时候，几位就共同来打开我们的这个旗帜，看一下分数是多少，好不好？来，321。哦。这个时候我们全场的观众不应该做一下反应吗？哇、哦、你看满分，对不对？0到100这边是啊，可以切换。来，我们分别聊聊看好不好？先从这个景王学艺这边。顾名思义嘛，那疯癫就是我的代名词，也就是你们这儿今天最高100分，要1000分我高低得弄个1000。高低能弄1000，而且这个就是开头有这个撒纸钱啊，然后这个鞭尸等等等等这些情节，鞭粉啊。所以当时在演的时候自己有这种心理建设吗？或者是有没有这个难度？其实就是带入的那个剧情，带入的那个角色，其实就是蛮好理解的，没有刻意的去要怎么怎么样。还好啊，所以说带入角色之后感同身受，所以我们大家看的也非常的过瘾啊，很合理。景琰这边打的也是100分。我这个不行，我不认，我觉得我0分，这100分是慕容锦和的，给他加过去的，帮他分了100分，帮你分了100，所以这样应该是200。对，是起码二百啊，200打底。好，文俊这边0到100，我这边0到100，因为前面是完全看不出来风的，但是我觉得我是风跟温柔之间反复切换，反复横跳，
对，是文俊这个角色出场的时候，真的感觉是，君子淡如水的那种感觉，温润如玉啊。后期其实也为爱疯狂，后面大家期待一下吧。哎呀，期待一下，起伏很大，起伏很大，起伏很大啊、嗯。所以零到一百啊，可以。好，小当这边。我是50，因为我觉得整部剧最清醒的应该就是殷洛梅，但是呢，但是她后期爱上了太子，所以就是太炽烈了，太炽热了，太爱了，然后所以就稍微的疯了一下，但是又回来了。所以是爱的很炽烈啊，50分刚刚好。那这么爱，咱们这个太子，你分数是？我负100分。为什么？对，因为我觉得我们这部剧有一个很棒的特点，就是他虽然是正派的角色，可是他其实是在暗处、嗯、那我其实是在明处，是，对，所以我们要对抗嘛，对，但我一直其实头脑是很清醒的，所以你看我们前面的势力是100-100刚好平衡，但是后来没想到他旁边来了一个人，那个人也100，所以我们就、哦、对不对，整个局势就倒转过来了、哎，所以人家1+1合力啊，这个就战胜了这边-100分，哎，有道理啊。来问一下我们公主多少分？我的是20分。我觉得子固他其实情绪比较稳定，不管我是在大燕还是到了西燕，就是我整体是一个情绪比较稳定，像一个小白兔一样。我其实不太明白我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赛道。也是，公主确实是一直感觉情绪很稳定，然后活泼可爱、天真烂漫啊，然后默默吃瓜，对不对？对，默默吃瓜、啊，我老爱吃瓜，老爱吃瓜，吃各种瓜。呵啊，行，那今天几位的这个自我评判的峰值已经展示出来了，那究竟谁能够通过接下来的游戏层层闯关，成为全场最疯的那个人？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请几位，我们回到座位上，有请。好，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谁会成为今晚的风神，代表我们的这个春花宴剧组向所有的风丝送上我们的周边疯狂大礼包。那在正式开启我们的挑战之前，我们先来玩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剧啊，因为剧当中太多的这个名场面和热梗了，然后我们也收集到了一些大家特别好奇和想问的问题，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观众他们关心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个题，它是跟我们学艺相关的啊，目前大家可能在剧中还没有听到，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推广曲，其实绝念是学艺现场的啊，然后呢后续也会听到。那我们今天有没有幸满足一下在场和线上的朋友，我们抢先听那么一小段，行不行？可以可以可以，我还多少准备了一下，等等啊，有个小抄是吗？啊，好那我就小来几句吧。那当然清朝了，当然清朝。任黑夜吞没了天地，往昔无迹可寻。没唱完呢。日夜沉溺的灵魂却清醒。啊，好。唱多了呢就不值钱了，所以就少来两句就可以了。好不好听？好听好听。梅林评价一下这一段歌声怎么样？刚刚几年第一次听，也是第一次听、我也觉得还没听啊。哦，录那个啊，那个有伴奏。第一次听清唱，我唱的声音小、是吧？这次听得很清楚，终于听清楚了，很清楚，很清楚啊，非常的清晰，很悦耳啊，很悦耳。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啊，唱歌吗？哎，我这边有观众收集到。想听唱歌是吗？我这边有一个更好玩的，且听且听啊。大家都知道景言本人是很会跳舞的，对吧？然后呢这次我们是进入到这个打戏，对不对？剧中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打戏的这个部分，所以说我们希望景言可以在现场首先还原一句名台词，然后我们摆三个这个经典的武打的动作给到大家，好不好？那我们先来还原一下剧中的名台词，好不好？好，景言，我们还原一下剧中的名台词。
就是唱歌了啊，想这样自己 Q 回来了是吗？不冲突，咱先唱歌，咱先唱歌，不冲突。能唱吗？能唱，能唱。好，你能唱，我们就能听。他改了两个版本，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会的是哪个版本。别唱了，不是。真的是第一个，那没版权。您要不拿着话筒。二月来，桃花红了，杏花白，油菜花儿遍地开，柳叶儿似比彩。哇、哦！怎么样，梅林棒棒？这个载歌载舞还能打啊，这个打戏也了得。好，那我们这个唱歌很厉害啊，加分了。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这个文俊，文俊有一个必杀技。必杀技是？是，我也不知道我有必杀技。是一个。溜溜球，对，今天我们想现场感受一下，就是让文俊用这个溜溜球表现一下自己啊。好，一会儿再说吧。这是另外的价钱。好，看一下咱们这个溜溜球能不能，但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太能做什么招，这个溜溜球。在上面贴了个梅林的梅字，哎，有个梅字，所以是溜溜梅啊。好，主要是想看我们这个耍帅给梅林看啊。哦，哦，哎呀，受这个道具所困哈，就只能玩两下了。这个帅，哎呀。哎，雪滴子，溜溜梅，所以这个梅林看到有这个加分吗？这个技能，这个是专门给你准备的溜溜梅，上面有梅字，这个可以帮助你取敌人首级。哦，就可以这样绕一下一圈过来是吗？开玩笑，嗯，可以。第一次看那个文俊玩，第一次看现场版是吧？现场版看过他的那个，对，看过得奖版视频，得奖版视频。好，那我们期待未来这个得奖版，我们再出个纯享版，好不好？好，那这个溜溜玩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粉丝希望小唐啊，小唐呢，咱们饰演这个将军真的又酷又飒。然后在剧当中亮相的时候又有这个舞刀弄枪的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抓眼。今天能不能在现场教大家几个简单的这个剑花，好吧？晚剑花。好，本来准备的是开头的那个月下舞剑，但是不，但宝宝们，我今天穿真的很漂亮，咱不能那么跳啊。真的怎么也能唱？当然都能唱啊！你也来唱啊！咱不唱了，这声音太干了。对。然后教你们一个这个剑花哈，小唐，我用躲一下吗？哦，不好意思，其实我是故意的。你对他不是真爱，你看我都不闪。哥，稳着。就这样来使，嗯。哎呦，这个衣服就有点傻，我再来一遍，那个机位给我是吧？重新来。哦哟，好帅啊！哎呀，这一招一式，哎呀，厉害啊！恭迎我们的落梅啊！好，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难题交给我身旁的太子楚河啊。然后呢，大家都看过我们楚河演的这个偶像剧，那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就希望可以用这种偶像剧的感觉向我们的落梅来说剧当中的一些台词，好不好？那个我有点忘记，你借我看一下。对，然后我们也辛苦，我们这样两位来到这边好不好？我们落梅然后太子要用偶像剧的那种感觉，好不好？研读剧本 OK。 你站在那里。对，不好意思，对导戏 OK 嗯，
好，可以。导演帮我 Q 一下，哎，那个刘导帮我 Q 一下，好不好？你说开始就开始。好，我们从那边走进来，刘导 Q 赏月，好不好？嗯，对对对对对。开始。落梅。世上的万物会变，儿时的记忆也会变，但我对你的心永远不会变。哇，好厉害啊，很赞。 Thank you 了， Thank you 了，很棒。啊，哎，有人 Q 到，有人 Q 到我们学艺这边，对不对？那就不得不提到学艺和我们太子啊，我们楚河在开播直播的那个时候有说到，如果见面的话，一定要亲吻一下另外一只手。大哥手真软。做完了，做完了，手真软，手真软啊。手真软，好嘞啊！真的是满足了所有当时弹幕当中的想象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可爱的这个公主啊，我们的子固。子固在剧中呢有很多很多这个青竹酿的这个镜头啊，有微醺可爱的感觉。那我们希望可以面对镜头，给大家来一个微醺可爱三连拍，好吧？我就坐着吗？都您来到前边吧，好吧？这边。啊，好尴尬。好。好，好尴尬。好，我来了。现在给您一个青竹酿，好嘞，青竹酿。嗯。有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喝醉啊？我们大家一起醉吧。一起醉。怎么样？我先醉，我先醉。你先醉了。我先醉，我先醉。好，第一张。嗯，好可爱。好，第二张，哇，好萌哦！这边这个 reaction 很棒哎，这个观众。好，第三个，干了，可爱，谢谢。毒瘾了。哎呀，豁出去了。大家来这儿是来那个上表演课的，是考核，无实物表演啊，喝青竹酿。好了啊，那刚刚这个也满足了很多很多我们的这个风丝剧迷们向我们提出了一些诉求，相信大家也都看得非常过瘾。接下来的环节更精彩，绝对让大家眼前一亮又一亮啊！那下面我们要为大家播放大家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些精彩片段，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那我们邀请几位来到右边，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被人大胆示爱，到底是想得到什么？明明只想要王爷，倒是想要本王的命，本王可给不起。杀你的人真不少，但你必须死在我手里。你从一开始就是别人的死棋。我知道了，你在跟景王合作。我费尽心思成为西岩少君，是为众西燕三万王军已陈兵边境，只有我能护主为力。我作为殷家的女儿，我有选择吗？殷老妹，如命。我算计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可我从未算计过你。夫成亲，却守护不了一个名誉。以前我总认为命运待我不公，但其实他对所有人都一样。我超之人犹如屠刀悬戟，真凶还没找到，臭命王，我不怕死。给我大声的唱，若我今日杀不了你，青州亡魂会送你下地府。本王就在地府。谢谢。那我们先回到中间啊。刚刚呢，相信有很多很多是大家看得非常过瘾的这个片段啊，那我们就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来问问这个刚刚剧当中有这个小唐，我们这个将军有这个眼睛好像受伤的部分，这个会在后面的哪一个部分跟大家见面？这个在很后面了。
哦，听君一席话。我们是可以透露的吗？这个不能随便透吧？哦，也是，对吧？但是后面这个应该是很精彩一段戏。对的，那个打戏确实是蛮帅的，蛮帅，打了一晚上，打了一晚上啊。那刚刚还有没有就是我们剪辑的出这个片花里面有大家印象比较深刻的，或者是拍的时候比较深刻的部分？既然有吗？就有对哪一个部分印象特别深的？都很深。我看后面的这些戏。有很多还没有演到，是吧？那前面有没有大家想听的？唱，前面都想听，前几集就已经很高能了。随便说啊，这么没要求吗？啊？哪段呢？前面，我看这更新到了，哎，有一，因为刚更新完我跟小唐的那个一个对手的一打戏，啊，那段我俩。拍的是那是我俩第一场戏、啊、也是第一次见，就仿佛已经认识了好十年了。哎呀、啊、对，我俩那场就我们俩边拍边互相的那个不是，咱们俩是先在外面放那个外面咱们休息的时候你去换装嘛，然后我进去拍第一场，然后简姐我说哎姐你来了，然后姐那小唐、哎、唐其实我们俩第一次见面、哦、第一次见过从来没见过。对，然后拍打戏我俩从刚开始拍到结束一直给自己鼓掌，哇好美，哇好帅太棒了，绝了，哎呀啊！我们看的时候也是这种感觉，绝了啊！对，那我们学艺呢，刚刚这一段有没有印象特别深的自己在拍的时候？本王就在、哎、别来了，聊点开心的。但确实，我觉得那个吃馒头那一块是很绝的啊啊！那天其实就是比较巧，因为剧本上只写的就是这个一个馒头正好就是砸到了慕容景和的脸上，然后后面百姓就开始扔菜叶子，然后慕容景和一个人发癫，差不多是这样的那个。但他就掉到我这个馒头正好掉身上了，所以我就。然后就拿起来就吃了。就因为这个全景吃了，然后到中景进去就要接戏，那天吃了四个还不五个，当之无愧的啊，当之无，哎呦，婉拒了哈，婉拒了，谢谢啊，莫辜负，感谢。好，那刚刚呢是我们这部分的这个名场面，接下来这个剪辑跟大家说厉害了，全程高能，好不好？我们辛苦几位，我们再来到这边，这一段剪辑真的要听大家嘶哈嘶哈的尖叫声了。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屏幕。梅林委屈你了。梅林不只想做风流兵。本王可以在这里要了。美人的这双眼睛生得还真是别致，谢谢，我们回到座位上，辛苦。感觉这个屏幕一大，羞耻也放大了。要亲你们是吗？啊，真的，就是我跟大家看的时候是一样的。我看完就是前两期，我说哇、哦，真的假的？就是每一幕都发生在我的意料之外啊。然后呢，包括其实也贡献出了很多种亲，刚刚有这种咬嘴亲、耳边亲，然后还有这种边就在草地亲、掐脖亲，哎呦我天啊，这家伙，你们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种亲？掐脖亲是吗？说了跟鸭脖似的，掐脖亲啊，
所有的情啊。那这样我们也问问两位，后续的情景当中还会不会有这么刺激养眼的画面，还会有吗？后面有这一声有语重心长呀。景言呢，对后续的剧情目前有，对，后面也很羞耻羞这么不好意思说吗？后面啊，就这么不好意思说，就后面比这个还要厉害是吗？还要羞耻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在我们的优酷的春花剧场锁定我们的春花宴，后面还有更多更多精彩的戏份啊。好，而且我看到有一个很多人在说离开了我们这个春花宴，谁还把我们当成年人看啊？这个接下来啊，我们也要开启我们的这个封神榜的疯癫比试环节了。那每一轮我们的游戏获胜者就可以为我们的这个疯丝剧迷迷送出我们的这个疯狂周边的大礼包。那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游戏，第一个游戏叫做升级版本的你来比划我来猜啊。接下来呢，我们分为三组，第一组我们来进行描述和比划，那其余两组我们进行来猜。那我们为什么说是升级版呢？是因为我们的女生要给男生佩戴上一个理疗仪，这个理疗仪的痛感和感觉是女生可以来调配的，好吧？然后呢，并且女生要在身后来进行辅助男生的动作，男生来说话，好不好？那首先我们第一组就让景言和我们的学艺来到这边。好，那另外两组我们辛苦两组来到对面的位置。好，我们先让景言来到这边。对，好，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我们的道具，然后辛苦楚河和小唐我们这边。好，大家在这边是我们的一个猜题区，在这边。嗯，好，然后稍后我们的题板会在大家身后，大家不要转身啊。然后两位在这边，首先我先来讲一下，学艺在前方啊，然后不会，然后这个时候景言需要在后面就这样操控他的手，两只手，然后但是前面我们要先为他佩戴上这个理疗仪。对面的四个人来猜哦，来比划。嗯，对，然后学艺可以说话，我来帮他拿话筒就好。好，现在我们先让景言给学艺来戴上我们这个理疗仪。对，可以。一定要戴严实了啊。然后呢，这个理疗仪上可以选择痛感和级别啊。抽搐，这个具体什么感觉稍后我们看学艺这边的反应啊。然后呢，我们一共有三组词啊，最高级别是上面是直接当场。好，另外一只手。好，开机了吗？我们可以看一下。好 ，OK， 好，现在已经啊可以了 ，OK， 开了，按摩仪式，你可以显增强。你调几档啊？现在是一档，有感觉吗？还行，还行，行。那还能再上点强度？没反应。哎呦，这个环节得靠演是吗？这理疗仪我得买，就到这种地步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并交了啊。好，那现在我们确定好这个强度了，真有感觉，假有感觉，真有感觉吗？真有。好，脸也一块抽是吗？好，现在我们就把这个遥控器交给我们的学艺。好，确定这个级别了是吧？然后下面我们需要景言在身后操控他的两只胳膊。对，你别剪，得不能减弱。这个怎么是？哎，有这么懂吗？你回去摘了之后也是这样的啊。好，现在我们景言在身后操控他的两只胳膊，还有吗？有。好，现在景言不能说话，然后我会把话筒交给学艺，然后你可以来描述，好不好？你可以比如说让他帮他比划。我们尽量会让你多理疗一会儿的，老刘。多理疗一会儿。我们慢点猜是吧？好，第一个词，你可以帮他比划，也可以跟他一起辅助。猜不出来。好
你自己就能比划。说，我可以说是吗？可以。好，首先第一组词开始，你可以形容。你先比划。我比划吗？四个字啊、嗯。可以，好，景言来比划动作。前两个是我，后两个是他。景和梅林，和和拿话筒，辛苦小唐。景和梅林，第一个词是风，岛，风对了，风，对对对对，风劈什么？对对对对对，风劈，风劈，风劈，怎么形容？风劈美人，风劈美人，哦，哎、你厉害、啊，你太快了，你太快了。好，对对对，下一道题，对对对 ，sorry sorry。七个字，你是美人啊，七个字，我的，出门必备马，轿子，轮椅，对，轮椅，七个字啊，懂得很厉害，坐轮椅前三个字，对了，坐轮椅，然后那个动作是，哦。阴暗爬行，哦，好厉害啊！有点东西啊，很厉害，很厉害啊！足智多谋的将军，下一个。好，嗯，四个字，前两个字是我，后两个字是他，怎么又是你嘞？嗯，包庇美。他名字的后面两个，最后两个字。景和。倒数第一个字 double 和美美，嗯，和亲。和美，已经和美美了，已经和美美了。好的，答对啊，恭喜！那我们第一组就三个词全答对了，在规定时间呢，赶紧关了是吧？快不行了，他不好了。和美美。好，下一组我们文俊好不好？文俊还有莹莹这边来。这个东西我真有点害怕。你看你妹妹给你调几档，好吧？你调几档啊？我调的是最高档，不可能。不可能，好。我这个人对自己老狠了。那我们先请景言和雪艺，我们来到对面，啊、嗯，去猜。好，这边有话筒，我来帮你拿。来吧，妹妹给哥哥戴上，看调几度。你感受一下，是不是刚刚真的有这个？对我好一点。对我好一点。感受一下。给阿兄调高点，因为这个对身体好。嗯，我身体挺好的，那个能受得了。好，谁说的？我看一看。按摩，这还有拔罐模式呢，刮痧模式。我这才一，才一档。一或二，再来一个加强。别，好，二档，我觉得可以，二档可以。这个行，哎呦，好，那我们把遥控器就交给文俊，好不好？来，那我们就开始，嗯，没有，还是二，好，来第一个词，看一下，几个字？就是六个字，然后前两个字呢，这个，哎呀，哇，就是。景和跟梅林前期一直在做什么事情？两个字，亲嘴，暧昧。他们的正事儿，他们的正事儿是在是因为什么事情他们两个才认识的？复仇。哎，然后最后的四个字就是甩手，就是一个动词，就是手，特别手对了，复仇手段。第二个是。复仇手拿把掐哦，什么复仇手拿把掐，学艺厉害哦，哎呦，下一个词，我是他的什么妹，哎对，第一个字对了，妹，两个字，他是妹什么妹哥妹夫妹妹兄妹兄妹哥是就是妹酷。哎，哇，学艺可以啊！你在看什么、啊？来下一个，太厉害了！妹控 clever，OK。哎呀，双语厉害、啊！哎呀，五个字，五个字。
然后呢是太子经常住的地方。我住的地东，前两个字宫，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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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然后欢迎光临，欢迎，一共五个字，最后剩三个字，东宫欢迎你，欢迎你。哇、哦，厉害厉害，全部答对了。哎呀，可以摘了，可以摘了，这家伙精神抖擞啊！哎呀，挺麻的，是不是？不，他这个带变速的，突然间就滋就开始了。小唐，来吧，该我们太子了。哎，行，来吧，太子。那个十档，小唐啊，刚才我也是用的最十档，真实吗？反正对吧，都十档，反正那个大家看得出来，我们情感其实蛮好的，都没有故意猜不出来，让大家多点一下。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讲，他们其实刚刚都还蛮稳的，对。但我今天要在这边证明，为什么你爱我，选择我才对的，你把我调到最高。哇，但再降来一点，如果看我不行的话，好吧？不，对对对。大哥脱了，哎，可以，来最高档，我们看看，太子啊，来吧，东宫欢迎你啊，哎呀，这家伙来吧，你们不会故意猜不出来哦？啊，不会的，来，哎呀，得运运功，哎，如果我们是不是不着急回答，是不是大哥就要一直被电着？对。还没开始，还没开始啊！来了来了，先笑，不小心关了，拔罐模式最狠。一、二、三、四，不行了哥，就这个呗，那就四吧，来吧来吧，开菜。好，来，准备好了哦。来吧，哎呦，来，第一个词。第一个词，我觉得他们猜不到，真的。第一个词，一共几个字？一共四个字。然后我老说我自己是什么？太子，太子对我是什么？好像挺难猜的。你等我们，我们能等等吗？这样，我们讲的。我帮你讲，你可以，没问题。四个字，好不好？就是，别讲了，第三个字，战力，战什么什么战什么？第四个字，纯爱战神，差不多差不多，纯爱战士。战士第二个字和第四个字换一个。第二个字，你们现在行为，好不好？我们笑，你们现在行为，你们在我眼中，帅。美，疯批美人又来了。你们几个真的很好。哎，好的反义词。啊，好的反义词，反义词对对。纯坏坏纯坏战士。哎，对了对了对了 ，OK， 下一个。哦，原来是这个呀。哦，这可太难猜了。这个词确实太难猜了。这个词形容刘学义。帅。等会儿啊，前面有一个数字。零，一共六个字，哎，八对了。形容你，帅。六个字，帅。想想景言姐，六个字，刘学义，他对我们平时都，对，你们三也要猜。这里，他这里，他这是咋了？哪个部位？脏。这个也是形容你的，但是，形容前面先是数字，第一个是这个八。八仙过海。六个字，标兵，八奔北坡，八百标兵，这六个，1、2、3、4、5、6，对，六个，那是八，啊，七个字，对不起，小唐，最后三个字，最后三个字，最后三个字，要我比一个，再比一次，没有这个了，这个，时间到，形容刘学义，时间到了。你把档位调低点，那个早就猜到了，啥？八百个心眼子。哎呀，哥，那这没办法了。这是纯恨呀，哥。太喜欢你里面的这个造型了，他们想多看一会儿。你真猜出来了。哎呀。开始那个八，然后心。啊！掌声鼓励。你看，刚刚他就完美的给大家表演了一个什么叫八百个心眼子。真的完美诠释啊！来，请各位落座。
那刚刚呢，其实前两组全部都答对了三道题，其实表现都非常好。那我们就恭喜前两组，我们为屏幕前的各位粉丝，我们的剧粉们送出我们的礼物。本环节为大家送出的是我们的春花宴周边的衍生品主演签名照六张，大家呢可以点击一下直播间的红包发送口令，上优酷看春花宴就可以一键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了，祝各位好运。下一个环节是我们男生之间的战斗了啊，我们有一个香囊大战，男生之间呢会拿一个巨型的香囊蒙着眼睛，然后呢开始这个香囊大战，谁先把香囊当中的玫瑰花瓣全部都洒落谁就获胜，但是不能故意去洒，你得扔在对方身上，好吧啊。然后呢首先我们要先让三位分别剪刀石头布来决出我们的出场顺序，如果赢了的话，那这一位就直接进入到第二轮了啊，然后输的两个人开启第一轮的这个香囊大战，好不好？那谁来剪刀石头布？每组派一个人出来。你来吧，公主来。石头剪刀布。好，那这组谁来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你们帮他们决顺序。那三个女孩来吧，好吧，来，三个女孩石头剪刀布，来。妹妹赢了，哎呦，这将军。然后你们再决一个出场的就好了。对对对对对，800个心眼子啊！他们是直接进入第二轮，你们两位谁赢了才能跟人家 PK 啊？人是这个意思啊？啊？不啊，好，两位女生落座。那我们就首先第一轮出战的是我们的学艺对战我们的文俊，来两位。那我们先让女生为他们戴上眼罩，哎，这个眼罩真的是戴上之后去黑去黑的啊。然后这个里面不能，哎，现在不能偷偷扔，800个心眼子啊，偷偷往出扔花瓣了。戴眼罩给男生，因为他们要蒙眼睛打。对，然后女生要拿着话筒指挥他们，比如说你们可以向前、向左、向右，因为他们戴眼罩完全看不到。哎呀，松手，好，哎呀。你看咱这妹妹细心的，嗯，好嘞。哎呀，行，帅，哎呀，我来吧，我先带你回到起始点，舒适区。来，转向这个方向。来到你的舒适区，好，停。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女生可以拿着话筒指挥他们，比如说向前、向左，达到对方身上，谁的这个香囊带着先空。谁就赢了啊！这家伙这已经快把玫瑰花已经掏空了，这样啊，来，800个心眼子啊！出动吧，瞬间就倒霉了都。然后这个我们也给他稍微打开一点香囊袋子，我们以示公平，好不好？对面这都已经敞口了啊，咱是一个很公平的游戏啊！来，准备，开始，前进，哎呦，前进，可以撒了，哎呀。视规则如粪土啊！哎呀，好浪漫啊！你这个该撒了，哥，快撒，哥！连撒带掏的啊！哎呀，好，停，摘下眼罩。这边真的是连撒带掏的，你看看多浪漫，啊，你俩真的是好，那通过你的800个心眼子，你成功进入到第二轮啊，因为赢的人要 PK。 对呀，啊，因为你赢了，我们要决出最厉害的那个人，你厉害，你所以你加油！心眼子反被心眼子误了啊，刘学义。好，所以终极 PK， 谁是我们这个撒花大神？我们有请我们的这个，来大哥。我刚才还是坐着看别人打输，看完他们那个玩之后，我大概有抓到诀窍。有诀窍，不要把自己当男生。来，第二轮，这是我们景王和太子的斗争，来吧。眼罩，这边有个眼罩，好，小唐会指挥，
小玩脏的还是干净的，这话说的啊。原来看别人玩这种感觉、啊、是吧？哦，好好好，很唯美这个画面啊。来，好，真看不到，真看不到。来，好，做好准备。你也把那个口敞开点，对。终极，哎呀，终极大战，嚯！哎呀，熟视无睹呀，对我们的规则。来，开始。他撕道具，没事。撕道具，他撕不开，好尴尬呀，刘学义。哎呀，让我想到手好软，手好软啊！哎呀，八百个心眼子，还有今天。我们太子要赢了，太子赢了，赢了，赢了，我们赢了。来，请接下眼罩，掌声送给我们的太子，谢谢楚河。好，哎呀，帅了，帅了，帅了啊！那这一环节，我们就要恭喜由楚河和小唐的这一对替我们的各位观众谋取的福利。我们这环节呢，会为屏幕前的各位粉丝送上春花宴的周边衍生品，是我们的合影透卡6份，我们给大家简单展示一下。非常好看的一个透卡啊，然后呢我们也会直接作为礼物来抽奖，大家呢可以点击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的抽奖按钮，然后呢发送我们的评论就可以抽奖了。上优酷看我们的春花，想要是不是？先想想啊，稍后给你们争取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游戏继续，下面这个环节是我们要比拼各位的武力值，但这个武力的武是舞蹈的舞。下面我们要让大家完成接力舞蹈啊，也就是说是一个团队作战。那接下来我们请工作人员上一下道具。接下来呢，我们会有6段音乐，我们会把这6段音乐合成一组，也就是说6个人会完成一段接力的音乐。但是目前哪一个数字对应的是哪一段音乐不一样，不知道。所以说几个人我们先随机想1到6的数字，好不好？我们先想数字，稍后数字，对，1到6，稍后这个数字对应的是什么音乐，你们就要跳什么舞，好不好？然后我们连起来，学艺1到6，选一个数字。有一些很惊悚的音乐。3，3，啊。小唐说我想选3，我弃题了，我不信。我选3，选3啊。好，景言选几？啊，1到6。我选4。选4啊，3号、4号已经没了。文俊，选一啊。小唐，2。好，楚河，没事，我让那个梦怡先选好了。好，那公主先选6。六。好，那现在大家记住自己的编号。首先，我们来听一下选一的是哪一位？1号，我们来听一下你的音乐。啊，从我开始。你要选一个道具，这边道具你可以选一个跟这个歌搭配的啊。好，选扇子了。好，2号是谁？2号，好，小唐的音乐。我的还挺好的，我发现。选一个道具，选一个道具，非你莫属啊！哎呦，好配啊，和今天。好，3号是哪一位？学艺来听一下。这歌太适合你了，哥，你跳不出来可不行吗？快点！选道具啊！越是简单的音乐，越难。来听一下4号，4号是景言的。选个道具吧。归我了。哎呦，鞭子！哎呦，
边抽，又要亲又要抽的啊！狂徒。好，接下来五号，五号的音乐，选个道具，楚河。太子，你选那个花花公吧。哦，哎呦，六号是我们公主的，我听到你的歌了。也太符合了哦。好的，接下来音乐道具已经全部都有了，那我们就要正式开拍，就是我们的这一个组合舞蹈啊，我们的一个舞蹈接龙。那我来说一下规则，就是大家一定要按照顺序迅速的接力，然后一定要跳满自己的这个舞蹈的间隙，然后再给到下一位接棒，好不好？这怎么跟我刚才听到那个台本的内容不太一样的？这么就是这么复杂啊、嗯！然后我们就是从一到六完成，然后大家接力下去，好不好？也就是说，一跳完，二快速上，一定要跳满自己的那个节拍，好不好？来，准备好哦！我们要从一号，一号是哪一位？我们先来到中间。好，文俊来。这东西怎么跳舞啊？随便跳，就是随便来。对，好。大家准备好录屏喽！简单头，来，三、二、一。有人会跳这种舞的吗？教一教我，就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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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种啊？什么我记得什么？真的很帅，很好，很好，二号，二号，帅，帅，哦，美哦，哎呦，可以啊！三号，四号，哇！五号，哇，他这是真六号，到你了。彼岸霞美蛇，好的啊，那这个舞蹈接力是不是感觉到有点疯癫那味儿了啊？咱们今天就是这样一个啊顶峰盛宴。那下面这个环节谁最疯，由你们来决定。我说三二一，你们来指认，好不好？来，三二一，还来，还想表演哪一个？你要挑一个对象表演吗？可以，我们给景言放一个二号音乐，我觉得也挺配的。哎呦，慢点，小心，来。你想雨生春花，我不许。你想就此安生，我偏不许。看出来这个在里面真的是，抱住。主要是踹了秦岩一脚。期待一下后面啊！这个看来秦岩想这一幕想很久了，终于拿到这个鞭子了啊！这家伙，而且其实说到鞭子，比如说像我们景王有一幕是自己拿鞭子去抢过来惩罚那一段，其实也很好看，对不对？选鞭子就景王有一段，这根不错啊，对啊，是吧？这根够粗啊，所以很多很多名场面我们在剧中，也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优酷的春花剧场来支持我们的春花宴，再次感谢各位。
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也一起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名场面，然后呢也还原了我们的舞蹈接力。那我们也要开启我们的下一个环节，相信大家呢对于我们的封神榜的 TOP 归属已经有答案了。那此时此刻我们今天的游戏过后，我们就共同来决出谁是本场的最终封神。那在此之前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各位，如果点击一下我们的抽奖按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互动了。那现在请大家共同指向你们认为谁是我们今天顶峰盛宴最疯的那一个人，全场综合全场的评价好不好？来，三二一，恭喜我们拥有800个心眼子的学艺啊，本场封神好不好？那我们这边也准备了一个封神奖状送给你，来奖状了。还有表演吗？很期待是吗？给大家展示一下封神啊。好，那我们有请本场封神说一下获奖感言。感谢大家的一致认可，在疯癫这条道路上，我们一起携手走下去。好的，恭喜恭喜我们的这个景王啊，封神。当然了，我们也要兑现承诺，本场的这个封神也将会代表我们的剧组向大家送出最终大奖，那就是我们周边衍生品礼包6份，每一套当中呢都包含了我们的人物手机链、帆布包、巴基和和美美同款骨笛。点击直播间的红包发送口令上优酷看春花宴，就可以一键参与抽奖。给大家来展示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精心为大家打造的我们的人物的巴基啊，然后还有我们的骨笛，非常可爱啊，骨笛，嗯，然后当然了，在礼包当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精美礼物，大家都可以收到之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嗯，好，那今天我们几位主创共同来到了我们的盛宴，都是这个盛装出席，每一位我们都为大家安排了最终的荣誉。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揭晓，下面我们为吴景言颁发荣誉称号，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称号。风，也是风什么吧，跟风相关什么，猜一下。他是风神，我是，你是风后。风后风啥呀？我们来揭晓，纯欲风。对，因为景琰的很多角色大家都小小都是这种复仇的这个路上，然后呢也会都有入狱入牢的这种戏份啊，然后呢看大家很过瘾。对，不进监狱负不了仇，负不了仇，负不了一点啊。所以这个恭喜两眼一睁就是干的我们的梅林收获到了纯欲风的称号。接下来我们为文俊来颁发我们的称号。文俊可以猜猜看，大家所有人都是跟风有关的吗？都有关，跟风有关。风什么呀？张三丰。叫异域风。哦，异域风。异域风。吸烟的吗？对，因为里面我们的这个异域的 look 非常的出圈，然后呢也是我们吸烟男子行走的代言人，所以说我们的乐琴荣获异域风的称号。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小唐的称号。小唐想一想，你的称号跟风有关，美风。前锋，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冲锋陷阵，因为你一直在冲锋陷阵在前线啊，前锋。一心拼事业，所以说秦风实至名归，恭喜我们的落梅啊，收获到的是我们的秦风的称号。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楚河，这个其实刚刚我们在猜词的时候有出现过啊，楚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大哥是汪峰。这个纯坏风，给大家看一下纯坏风啊。但是我们
这个纯坏宝宝对别人纯坏，一心对我们的洛梅是完完全全是一心向爱的，对我是纯爱风，纯爱啊，所以这个纯坏也有自己有爱的一面，恭喜我们啊，我们的太子收获到的是纯坏风。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黄韵莹，可爱风，哎，可爱风，刚才他自己也说的是可爱风啊，是的，是的，还真是，真的是可爱风，啊。因为在剧中呢，我们就是可可爱爱，没有烦恼，也被我们的乐琴捧在了心尖尖上啊，也希望可以一直快乐下去。这就是我们的公主子固荣获到的是我们的可爱风，叫我们大家都把这个打开，我们看向前方镜头来一张合影好不好。再次欢迎大家一同来到我们的顶峰盛宴。还没够是吗？这样，既然说到拍照环节，那我们在本次盛宴的最后，我们也安排了一个特殊的拍照环节。那下面呢，我们将会拿出三个不同的主题给到大家，然后呢，我们一起来挑挑看这些主题，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道具，我们就全员，然后呢，一起来完成我们的主题拍摄大片。好，那徐艺，你先来抽一个，看看我们会有什么主题拍照。好，先来一个。文静来一个破碎战损视觉盛宴是什么？接下来三个人已经手持我们的主题，那你们也将会成为这个主题的掌镜人导演，所以说接下来首先水影的这个是什么主题？极致虐恋。极致虐恋，你可以来随意挑选参与的模特，他们带什么道具，怎么摆拍，你来掌控好不好？就是这个主题，你先来选谁来拍这个主题。我先看看道具吧。先看看道具，先欣赏欣赏。琳琅满目，琳琅满目。你带的还不够多。战损。好绿啊！我们战损其实有准备一个那个绷带的那个伤绷带的啊。所以学艺现在有思考了吗？谁来加入到你的这个大片拍摄？那这个就咱俩吧。虐恋好吧。行，战损准备了。战损、这是战损，一会儿我极致虐恋。好，所以现在我们学艺要拍的是这个极致虐恋，你来挑一下两位的道具。都不好吧。选什么道具？想一想。花瓣，好好好，可以，那我拿这个吧，好不好？好好好，拿个笛子，你打个伞过来，然后我在另外一边撑着笛子，帮我们抛，所以我们来抛伞这个，抛花瓣，可以，咱们这个导演很有想法啊。还有这个走位哦，来，行，你们这样，面对面走到这儿，然后走到这儿。面对面走到这儿，然后往前我们就撒好不好，然后我们就撒，他们一开伞我们就撒，怎么样？虐虐虐，你们说虐就虐啊，说虐就虐，哎呦，今天绝对是演过瘾了啊，演可以可以，来吧，那你们说撒我们就撒好吧，来准备哦，你们先面对面啊，来大片拍摄第一组极致虐恋开始。这个音乐这也太虐了，哈哈，哎呀，这伞都打结了，好虐呀、啊！谁想的好虐呀、啊？太棒了，这个音乐太不虐了啊！太不虐了，这个音乐，我感觉我们应该找一个稍微悲凉一点的音乐，对不对？来一个悲凉的音乐，哎，这个还可以。这个很悲，催泪了。来，准备，入戏。
给我们忙到了呀，这后面这几个人真是，哎呦，好嘞。那极致虐恋过后，接下来刚刚谨言这个主题是什么？谨言是什么主题？破碎，对，破碎战损。你来选择谁来拍摄这个大片，先选演员，然后选道具。破碎战损，谁来佩戴它？谁来呢？哎呦，这大貂得穿上是吗？这个伞。他只有他有貂，我冬天拍戏羡慕死他俩了。我说你们俩怎么这么暖和，还有貂。所以这个给谁？大哥，这是什么？导演，这现在是来现场导演讲戏做什么？不好意思，第一天上工。哦。哦哟。那我要怎么损呢？OK OK， 肚子痛，腰受伤了哦，腰受伤拿貂系呗。哎呀。还有个血绷带呢，我被那个洛梅护国当大将军，我去找你喝茶，就回来被他打了，大概是这样情节。我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眼睛，对对对，看，来，随意帮个忙，兄弟亲手给你裹上战损装。他帮我那个蒙眼睛，你们可以抛花吗？哦，可以啊，可以啊。女帝，哦，哇，哎呦，女帝，再来一壶酒，主打一个道具多，哎呦，老婆在哪里？好，接下来两位要看前方哦，大片儿要有把那种破碎、战损、战损出来。战损破碎，太开心了，抑制不住是吗？来，三二一 ，action！ 哎呀，这破碎感！哎呀，天哪，看不见了就别走了呗。这女帝都乐坏了，在旁边。哈哈哈。好了好了啊、嗯，好，好，这个貂先放回去了。来，最后一个，刚刚文俊是什么主题？我这个叫视觉盛宴。哎，视觉盛宴，不然我们全员一起来吧？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来，大家挑选一下，这样大家就自行挑选吧。视觉盛宴，我们全员一起来，好不好？这好像是我的那个头发上的东西。哦，有点吸烟男子的感觉。对。啊，来视觉盛宴，大家来自己挑吧，自己挑吧，要随意挑选，随意挑选。对，就我头发上的。两人一组，来吧。你们俩啊？那你尴尬的话不要说。好好好，你来。视觉盛宴。这是啥？你能戴上？哎，好，是是是，好像是哈，这东西怎么弄啊？啊，插在那个，对，应该是可以这样插进去的。啊！哇、哦，视觉盛宴，真的是视觉盛宴啊！异域风雄美啊、嗯！小兰，小兰，这个，这小兰，而且两位也成功。触发了我们的这个西域姐妹的一个走秀环节啊，妥，两位要分别从两侧走到中间，然后往前走，走上秀了是吗？走上秀，好好好，来来，妹妹在那边，好，两位呢就先走到中间定点，然后往前摆个 pose， 好吧？来来，走吧，开始。谢谢谢谢我们的西烟的那个兄妹，
太帅了，又美又帅啊。那我们这个环节在最后呢，我们也来一个全员的合影，好不好？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人对于春花宴的支持。那每个人我们各自拿一个道具，我们来到中间一起来一张合影，好吧？好，每个人拿一个道具，我们在中间一起来一张合影。好，扇子啊，抢先拿走。羡慕羡慕了一个冬天了啊！好，喝，这可以，骨笛可以。好，那我们来，大家呢稍微往前一步，我们让工作人员这边来看向前方。再次感谢所有的朋友对于我们春花宴的支持。今天我们的主创也向大家展示出了台前幕后最惊喜、最好玩和最出彩的一面。谢谢，再次感谢各位，如此美好的时刻怎能少得了我们的美酒相伴呢？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特殊的仪式，我们请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精心特调的鸡尾酒。在这里我们也提示一下，这个是不含酒精的未成年人禁止饮用酒，而且这个酒其实有一个很特殊的寓意，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在这里我们要感谢参量酒对于本环节的大力支持。好，接下来有一个特殊的环节，这个也是祝福我们的春花宴，我们一起可以感受一下啊。好，老师，好，您来。我们也祝福春花宴可以红红火火，收视长虹，谢谢。那我们在它燃烧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邀请我们的主创每一个人，我们来安利一下这部剧集，好不好？我们也邀请所有的朋友们继续在优酷支持我们的春花宴。那我们学艺安利一下我们的剧集。哎，我们这个是一个非常极致的剧，它不仅有很多的复仇，然后还有很多的极致的虐恋，有很多的甜，有很多的虐，然后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非常用心拍摄出来的这么一个作品，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谢谢。好的，谢谢支持我们的用心制作。接下来谨言，从开播到现在，然后我们前面这些集更新的集已经完成了一些复仇线的铺垫，那后面开始的其实就是感情的甜虐交织，然后几个人然后贯穿在一起，就是以情感为主吧，很多精彩的故事情节，大家想看的情节都会一一的更新出来。希望大家支持我们，支持我们春花宴，支持支持，你们想看的我们的春花宴全都有。来，文俊，啊，我觉得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然后我们这里的所有的角色都有一定的跨度，对，然后也后面的剧情会越来越精彩，希望大家支持，谢谢。好，谢谢小唐。前面已经都介绍的差不多了，我们春花宴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所以春花宴越看越有。希望大家支持，谢谢。谢谢，越看越有。来，祝贺。那个《春花宴》是我很喜欢的一部小说，然后现在影视化，其实真的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改编难度很大。后面还有很多大家想看，但是有意想不到的，请大家多支持。谢谢。那我们最后公主。春花宴是一部集亲情、爱情、友情为一体的一部剧，希望大家看了之后可以对情有更多的了解及感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春花宴。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任盈。那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每位，我们端起一杯我们这个特制的春花宴，一起来碰个杯，好不好？大家拿上方，小心烫，拿上方。帅一个，帅一个，上面拿上面，下面有点烫，小心。好嘞，
好，那我们大家回到中间，那我们就用碰杯的方式结束我们这次的盛典。辛苦大家，我们往中间一点，好不好？这边，小心，我们往中间一点。那我们就一起碰杯，祝福我们最最最好看的春花宴，好不好？来，三二一，干杯！祝福我们的春花宴就像手中的这一杯酒一样，可以风源下去。在这里我们也提示一下，上优酷生花剧场追剧，10月15号到10月19号每天18点更新两集，10月20号18点更新一集， SVIP 每个更新日提前6小时看正片。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谢谢我们的主创，谢谢谢谢。